痛症治疗都用动筋针、盆底肌修复解决泌尿生殖疾病。刚才呢，我是全程认真的听了任医生他的这个介绍，非常有感触啊。他本人呢是西医的硕士和学士，和学士啊，中医的博士啊，又读了中西结合的博士后。所以从他这个经历来看呢，他有医学方面呢有深厚的理论啊这个基础，以及呢他也做了很多年的临床，中西临床都有经历，所以临床经验呢也是非常丰富。特别是他在这个上海这个瑞金医院啊，大家都知道非常有名，在这里面当医生呢，那也跟协和医院是基本上都是一类医院啊。那么这一类的像他这个知识结构的啊，其实呢在我们这个国外这些同仁里面呢还是不多见的。他自己呢也介绍了最初呢主要是以中医中药为主啊，在国内到了美国呢改用针灸疗法治病，自己自觉呢这个知识这方面啊不够充实，所以呢就到处去学习啊，自己然后学习了很多啊各种的技术啊，我认为呢这些呢都非常好，这也说明他个人呢非常的勤奋好学，所以这和他取得的成绩呢是息息相关的啊，这点呢我们表示也是非常的敬佩啊，特别是西医出身能够对针灸啊这么的热衷而且钻研，还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啊，我是表示非常的钦佩啊。那么从他这个介绍呢，今天主要是围绕到盆底肌啊来介绍的。他在这个临床中呢，我想呢不单纯这个是治疗盆底肌，他也呢治疗很多痛症啊，像他自己说的，他现在呢几乎是每个病人呢动筋针都是必用。而且呢他自己说这个半年呢用量呢大概100多盒，我觉得呢可以看出呢他在这个动筋针的领域里面的这个所做的这个工作啊还是非常的突出的他这个从用针的量可以知道呢他的业务他的效果和他对这个动筋针的使用的认可。当然他这个也跟我说，他说呢在痛症方面呢他基本上都是用动筋针来治疗，几乎就放弃了毫针。这个呢就我基本也是这样，我痛症病人我是必用动筋针的，但是呢我不一定用所有的点啊，重要的点啊，重要的靶点我一定要用动筋针来处理，觉得呢非常给力啊。当你用上这个动筋针以后呢，你就觉得普通的毫针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太给力了，效果呢就没有那么立竿见影啊，这个当场见效啊。咱们这个已经多次的反复的证明了，咱们这个方法只要是一上手，基本上就能够当场有一个很大的改观，给病人的一个震撼冲击力啊，让他对我们这个技术的信服，给我们自己呢也充满了信心。所以这个学了这个技术以后呢，我觉得不光是任医生，很多医生呢都有同样的这个反响，但是呢任医生在这里面呢他是比较突出的。那他呢比较呢就是说毫针和动筋针咱们这个方法来比较，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这个传统的八髎穴和咱们这个第八针或者第十针啊，他的这个不同啊，他提到，我觉得呢这个呢我也有感同身受啊，有同样的感觉。这个八髎穴呢传统咱们都有啊，教科书上写的非常清楚，但是真正的到临床操作，
其实并不太容易，我们并不容易扎进这个地裂孔啊。这有八个孔，你每个孔都能扎进去吗？我觉得呢，我也做不到。以前我尝试过，基本上呢，要是想扎八个，能扎进四个就已经很不错了。这多半呢，咱们用次疗比较多啊，比较多。其他的，上疗啊、下疗啊，这个中疗可能，我自己啊都用的非常少。但我觉得扎针很，这个针扎进去很难啊。当然有的老师呢，像他提到的，南京中医大学这个王林林教授，他是专门扎这个八髎穴啊。他这个课我也听过，非常好啊，非常的有他的实用性和经验。但是离临床操作呢，你一上手还有距离，也可能咱们没有真正把握。就是说这个传统八髎穴它的技术性呢太强啊，不太容易操作。咱们呢通过对盆底肌解剖的一个分析，改良了这个对盆底肌松解。其实刚才任医生也提到了，盆底肌呢并不能完全的接触到八髎穴，可能是通过对神经支配盆底肌的神经进行了刺激，相应的间接的呢松解了盆底肌，并不能直接呢达到这个盆底肌这个部位，从传统八髎穴。那么在解剖的基础上，咱们设定了呢一组呢，就是底八髎底八针啊，不叫底八髎啊，我也没想好这名字怎么样命名。但其中呢有一个点呢是一个传统穴位，就是会阳这个穴位，就是膀胱经35号穴，在它的上下啊，以及在下髎的这个下面还有一个穴。我觉得呢这几个点呢比较容易找，比较操作。操作起来非常简单，而且呢直接呢能触及到盆底肌啊，这个刚才任医生提到了，我觉得这个呢非常贴切，就大大减少了这个不太容易操作的，就操作可行性的啊大大提高了。而且呢效果呢他自己也比较了，我也做过一些尝试，就是说呢这个几个点呢要比传统的八髎穴呢疗效呢来得好，来得快啊。这个呢是他的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体会和体验啊。那我呢也非常有同感，我自己呢也遇到这些啊，但我还没有认真的总结啊。这个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叫我说的临床呢他的这个体会的第一点。第二点呢，他对这个整体的盆底肌松解啊，我觉得把握的呢还是很到位的。而且系统的总结了盆底肌松解能带来的这些好处，它的适应症，它的这个优点啊。我呢再概括一下啊，他讲的比较详细了，我再概括的讲一下。比如说咱的盆底肌松解呀，这个呢其实我们专门做了一堂课来讲授的，我觉得呢还远远不够，还应该以后呢我在设置课程的时候，可能这个盆底肌是一大块，要好好讲一讲，把这个方法到这个操作以及到疗效所涉及的病症系统的设置一堂课要几个小时的课，来把它掰开了揉碎了，好好的就跟大家来这个分享。那概括起来呢，因为这么几个方面，因为这非常重要。咱们说骨盆呢，它是一个人体的一个底座，人类的繁衍和生存全靠这个骨盆啊，就生殖器官在这里。如果这里出了毛病了，人类就没法繁衍，所以它非常重要啊。所以呢治疗的疾病呢这么几大块。第一个呢它是泌尿系统疾病，刚才任医生谈到了，特别突出的呢就是这个老年女性的尿失禁，这个尿呢不能控制。这个在美国呢这个他说文献报道呢，因为我也没具体查，有1/4的老年女性有类似的，因为这是一个难言之隐，很多人不愿意谈。那这个年龄大了以后呢，这女性尿道比较直，所以呢她腹压一增高呢尿就出来了，比如说跑步走路啊跳啊，这个或者是一咳嗽一大笑啊，这下面就漏尿了，这个很尴尬，
你看看，上次我记得咱们这个王宝玉啊，咱们这个学员呢也分享这个难言之隐，但是在他这就是一扫耳光啊，他用这个方法就解决了。这是包括呢泌尿道感染啊，就是那个 UTI， 这个非常常见，都是用抗生素。但是你做没做过盆底肌这个松解啊，那也是效果非常的令人惊喜啊。这个我做很多啊，凡是这个尿路感染的这些，还有盆腔炎、盆腔疾病啊。那第二块呢，他刚才提到了呢，就是这个妇科疾病啊，妇科包括盆腔啊，也包括呢这个子宫啊、卵巢啊等等的这些。女性所有的月经啊、痛经啊，也包括这个相应的这个生殖科的疾病啊，不管男女啊，那男性呢也包括男性科前列腺、前列腺肥大、前列腺炎症啊，这是就等于第四个了啊，第一个泌尿，第二个妇科，第三个呢是这个生殖，那第四个呢就是肛肠科，肛肠科很多疾病啊，咱们说十男九痔，那我老师说。你这个肛这个痔疮啊，女人这个比男人还多啊，这个所有人几乎都有啊，这个就很困惑了。那当然了，有一些药物治法了，但咱们呢，你做到盆底肌的松解，你改善了肌肉的紧张度，改善了循环，哎，你发现痔疮好了，什么脱肛啊、肛裂呀、这个内痔外痔啊这些，哎，都很有改善，非常惊喜。我这个还真涉及到一些啊，一些像那些前列腺疾病，他提到了阳痿，他还有几个例子啊，阳痿早泄呀、这个前列腺肥大是还是前列腺炎呢，这都是男性常见的疾病，所以涉及到男性科。但是他还提到了今天一个呢尾骨的骨折啊，还有这个案例啊，还有针刺法呀，以及呢这个病人的反馈啊，都在上面，我觉得非常的珍惜，这个真实非常的也淳朴啊。这个尾骨骨折呀，咱们谈起来呢，我也治过，这个很难治。这个首先尾骨是游离的，它这个很难固定。另外呢，尾骨这个地方呢，血供不好又不能固定，那就对骨折的愈合那是很难的。以前我治过一个呢，它就是汽车颠簸嘛，颠簸以后呢，这个。在这个突然这个车剧烈的颠簸掉到这个沟里面的这个坑啊，有个路上有个坑，他一颠呢，他啪坐下来以后就造个尾骨骨折，几个月都不愈合啊，几个月都不愈合。那当时呢，我记得这个事情咱们还没有用这个方法，也没有我这个是我身边的一个也是咱们这个同事啊，当时。但咱们没有办法帮他啊。那他说这个人呢也是一个骨折，也是不能够坐着啊，他只能坐半个屁股嘛，这种他坐下来他就痛。另外呢，他只治了七次，他说啊，他就能开车六七个小时都没有感觉。哎，我觉得这个非常神奇啊。我这个以后呢也得在这方面试一试。尾骨骨折多半都是陈旧性的啊。他经久不愈啊，这种人很痛苦。你说他是多大病吧，他也不是，他站着没事，他就坐着有障碍。那很多时候你得坐，你开车你不能站着开，那就带来了很大的困惑。在美国你没车你哪儿去不了，所以呢我觉得他解决这个问题呢是一个非常的这个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人我这个病人我觉得他是个老外，他也愿意分享，我觉得实在是能解除他的痛苦，他是非常的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啊。这就说咱们这个动筋针呢确实能帮到很多人，能帮到这些比较难治的中西医传统办法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哎，咱们呢通过这个方法呢就给解决了啊。这也是一个亮点，我的感觉啊。另外我也看到了他在这个扎针的选的靶点，以及呢他也做这个动态留针。我们看他这个视频呢，他在收肛啊、运动啊这些，其实在这个方面呢，我当时讲课呢，只是讲了提肛啊、收肛啊这个动作，其实他还可以做一个呢，就是胸洗胃的
一个屈膝屈胯动作，哎，那个也挺好啊。将来呢，咱们还进一步丰富这个疗法，把它呢搞成这个有血有肉，更容易操作，而且呢效果呢更好啊。我觉得这里面呢还有很多潜力呢，可以挖掘的啊。几个方面，我觉得这个任医生提到的呢，都是非常的就是非常棘手的一些啊病例，在他手上呢，都通过咱们动筋针的方法啊解决了啊，这个非常好，非常难能可贵啊。我表示呢，也表示对任医生他这个敬业精神和他这个临床上的这个实践啊，而且呢勇于愿意跟大家分享啊，表示啊深深的感谢和敬佩。好，那个亚华老师，我先说这么多。